真肌腹带盖圆角垂部方弧形式，全系体积巨大，气势雄浑。此类器物流行于春秋战国之际，相似器物与出于楚文化区，如河南西川下士一号墓龙耳方符及安徽寿县蔡侯墓方符。器口内壁铸有相同铭文五行三十九字，其富于韵律的词句宛如一首悠远的古诗。在两周经文中又尤为特别，内容记述了楚王胜来自曾国的夫人过世后归葬于样陵，在世的亲人做了这件器物以致此事，使后世子孙保存使用。这是西周早期流行的大口桶状尊，呈三段式，十口，腹为鼓，高圈足，近地有折圆，通体四方作四道拓雕飞棱。与此形制相近的，上有成王时的和尊、昭王的齐尊，即同为西周早期的商尊。均极精美，为一时铜尊的首选。铭文二行六字，记录某人，作器者名魏柱上，为其祖父以铸作此宝贵的祭器。符形则为战国早期以来流行之古腹符，造型简单，仅在肩部两侧贴附兽首衔环，以图画性内容作为装饰，是春秋晚期铜器的一大发展。商周铜器多半以兽首、鸟纹等图样为饰，自春秋晚期先是在中国北方的铜器上出现狩猎纹，随之中原地区铜器也出现燕越、战争等带有情节的图画装饰，形成中国青铜器十分突出的装饰风格。由于这类图像纹以狩猎纹出现最早，且出土于中国北方，因此推测图画式的装饰意念可能与游牧民族有关，有与岩画风格有相近之处。锥轨两兽耳，座内有环鼻，视为悬铃之用，施盖而与器身因为二次铸接。孤腹内接耳处有四点接准口，口足各是窃取纹一道，腹及方座均是魁纹，器内有铭文六十字。两龙形兽耳上有重环纹与圆锅纹，紧直上身，姿态优美。腹内铭文十行三十五字，即田齐桓公十四年为先母孝大妃作此祭器之事。最后仔细瞧瞧，和前面一个的锥轨有什么不一样？
秦汉帝国时期，青铜器的主要用途由礼器转为日用器皿，逐渐深入一般人的生活。过去的许多传统礼器，以及像是墩、斗、簋等类型，基本上都看不到了。而鼎、壶等器具则变得更为实用，像是这件兽耳环涮扁壶，便是当时秦帝相当常见的铜器款式。此方圆贡献仪器形制极特别，斗式旋纹肩上魁纹正装饰在形制上由圆到方的转折中，因此纹饰单位形成不规整的上圆下方的四方形。方形腹的四个角落鸟纹为高浮雕，全器四面腹部蛇首形鼻兽面纹的蛇首鼻亦采高浮雕手法，内里呈凹陷。器身宽广如水瓢，四足作立人形，立人交臂，以头顶接于器腹侧底，观其装扮，视为异族为仆役者。判作如龙巨兽，两只前足搭在口沿上，入以内饮水状，四足攀附器身，形象生动自然，敞流口曲线优美，极为精雅，是颇具巧思与意象的青铜水器。圆臂形玉灰青带褐色玉质，有黑沙点杂斑，玉质上称纯圆，不甚圆的臂形，器面弧骨不平整，厚薄不一，外缘多处崩伤，一面有一所较浅的折线切割痕，中孔甚小，单面砖。浅壁绿玉，一面上称云镜，一面器表沁作灰白色，器厚重而无穿，因是被夹于木柄内使的，刃线平直而为带圆弧状。牙章是花兵或是调遣军队用的信物，旋器灰绿玉色玉质，带部均匀深青色及褐色斑，刃端为月牙形，柄端呈戈形，中间专有一孔，凹弧刃斜背，两侧稍不对称，蓝的部分刻是雏牙。玉臂斜玉色黑润，立雕有角异兽，张口獠牙，前肢伸直，腹与玉，长尾为卷，护木座。据传说，辟邪象征的人与瑞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种形似狮而有翼的神兽。辟邪起源于原始宗教中的特步符号，是禁忌的对象，与图腾相对。玉质雕琢两马并靠壶卧之状，两马方向相反，一马屈颈卧眠，一马趴壶伸颈而秀，在动静对比间展现大同而小异的玩赏之趣，底有乾隆年制四字立款。
高宗先后立过两后，原配邢夫人于靖康之难时被俘，高宗即位后遥册其为皇后。绍兴十二年，邢后棺椁由北地迎回，吴夫人才正式被册立为后。吴后素喜读书，翰墨的修养高绝，曾经为高宗代笔，人墨能辨，故深受高宗宠幸。本相所绘，应为蓄力后的吴后。唐衍，字伯虎，出师涿城，后广学宋元，能将南宋院体画精紧秀丽的画法与元人清俊淡雅的笔墨融为一炉，形成自家面貌，为名四家之一。两后在靖康之难中遭金人挟持，相继客死异乡，境遇悲惨。尽管衣饰华丽，眉宇间依稀隐现内心不安的情绪。两后头顶所戴的虎骨冠与画成一致的眉形，是极为吸睛的元代妆容。本壶根据杜甫《丽人行诗》描写杨贵妃的姐姐巫国夫人等一行共九人在初春时节骑马出游的情景，女子体态丰腴，额鼻多反映当时留白的风尚，马匹肥美健壮，队伍悠游闲适。无论是人马造型、发型衣服或色色画画，多有明显的唐代风格。本册是以东汉才女蔡文姬献壶的坎坷经历作为创作背景的历史故事画，全册共18幅，每段画面对于故事情节和人物车马配景多有极细腻的描绘。每壶并附有壶加18拍诗文，成为图文对照的形式。山东的龙山文化发展轮制拉胚技术，可制作很薄甚至还可裸雕图案的陶器，又可称为蛋陶壳，在窑中用最后加炭或封闭空气入口等方法，让窑中产生渗炭作用而烧制出黑陶。
西汉时期，统治者以孝治理天下，社会风气以厚葬为德，薄中为笔，厚之多藏，弃用如生人。汉代陶俑艺术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仿是金属或皮质的壶，我是游牧民族随即携带的水器，此壶灰白胎，外壁及底足施白釉，釉色银亮，即釉处为具湖水青色，其成型仔细，半耳以泥刀压碾，留下如纸状的边缘，火与形窑窑址手件残器相似。下孤然釉绘饰纹样，釉色见有如铁锈的黑斑，口沿一桌饰转枝花叶纹，颈部绘饰缠枝花叶，上下缠卷密布，户外壁两面各绘云龙纹，绘衣飞翔于云间的龙为饰，龙回首而双目圆撑，其上吻上欢，三爪把后扬，与桌遭抖动的十字云纹同呈跃动感，身躯四肢均状见遒劲。此种扁壶形式一般视为来自中亚文化的影响。官价为清宫，特为皇室自贸而设。乾隆朝唐英精心设计，即镂空、转心、活环各技法。镂空的香薰原作，同时可搁置官帽；香薰防错，亦可转动赏玩。Thank you.
拆组的三部分过程：台座、塔身、塔刹。台座六面，每一转角一穿假座的天王把手，其上13层塔檐，檐口挑出深远，以兽首收尾，尾端穿孔可细剁，剁以丝。每层以斗拱组成，透空塔内中空，塔形轮廓线由下而上渐缩小，造成高耸入云之感。尊像由背光、坐像与台座构成。背光为连半形，底部收平，上部收尖，屏障主尊的前身，更向上延展，将造像的威严向外扩张。座前两立雕狮子，回首转身，姿态威武。汉宫春晓，院馆用动画呈现，以春日晨曦中的汉代宫廷为题，描绘后宫佳丽百态。酬英学画于周城，由文征明引介，先后在收藏家向元变和常州人陈官家作画，在向家得览宋元明画，画艺大进，被誉为明四大家之一。这些神秘奇幻的生物不是生活在陆地，而是海底，很多我们无法知道确切的名字和品种，但依稀可以看出是鱼类或贝类。当画家在900多年前创作时，是凭借想象还是亲眼看过才画？为什么用这么鲜艳的颜色来表现？也许这些问题多已找不到答案，却更增添了我们欣赏的乐趣。以郎世宁为首的耶稣会传教士画师，奉命为宫廷绘制许多由各地进贡珍禽异兽的写生图，画上有姬黄、苏玉之师、白虎形。由画音体现出郎氏扎实的西方素描写生功力，图中衬景由画院供奉画画人天，中西画家的交融与融合，共同创出一种新院画艺术，在乾隆朝盛行一时。梁楷是名满中日的大画家，大笔蘸墨，画完成于顷刻之间，却是一生画技千锤百炼的成果。被登记为第一号国宝是哪件文物？就是居延汉简，天字第一号国宝。
您猜出来了吗？民国十九年，中国和瑞典学者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额济纳河沿线调查汉代的风水遗址，开启此后沿河遗址一万余探险出土的先声。由于这一带属汉代张掖郡的居延或涧水县，出土简牍被统称为居延汉简。汉代边塞留下来的这些简牍文书内容十分丰富，他们直接生动地记录了大约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当地军民在军事、法律、教育、经济、信仰以及日常生活各方面活动的情形，为汉代史研究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建古代沉水的大盆，金属制，出土一对大口平底，具两两相对的四兽首戴环耳，腹部做水陆攻战图，口沿及腹部上下皆饰以斜角云雷纹，青铜材质，本器物以镶嵌的水陆攻战纹而闻名于世。它不仅显示古代各种战争场面，兵士手中所持的戈、矛、戟，更是研究古代兵器史的重要材料。出土一对，这是三标镇一号墓最为精美别致的铜壶，立鸟、莲瓣均以镂空铸成，立鸟的双翅可自身体卸下，整只立鸟也可自盖顶取下，设计极富巧思。器盖以拓雕的立鸟八瓣莲花呈现。据学者研究，三标镇一号墓应属晋国墓葬，风格与火马青铜器作坊的作品相类，展现均匀稳定之感。材质与牛黄鼎同出于西北冈1004号大墓，体型较牛黄鼎小，以鹿首为装饰主纹，鹿角向上分有数叉，鹿首左右两侧也装饰了猛禽类的鹿纹，鹿首上下另有夔龙纹，腹底并铸有鹿形铭文，商代义器没有其他以鹿作为铭文的例子。
玉三代族有流口及绳索纹手把，口圆双唇可成盖，足部有凸起旋纹二周，颈两侧各装饰疑似铆钉的小圆饼，竖地近落色，红色陶衣丝。陶龟是大汶口文化及山东龙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此器为带盖四足方形仪，坐兽形，器盖为子母口，器后有虎头畔，器内底有铭文二行六字，司仪曰坐宝尊仪。器表局部千金岩松绿石西尊，这类动物造型容器可能及周礼师尊仪所记载的西尊一类器物，反映出礼制的需求。请仔细看看这两只西尊有什么不同。造型相当圆润光滑，身体结构和肌肉纹理细腻逼真，全身以镶嵌珍贵的金属丝和宝石的方式来做装饰，手工精致，非常华丽。外底心微凸，通体丝造轻幼，器内色泽较淡，器外稍深，右直莹润，右呈粉青，内外右表带有淡色开片纹，安静沉稳，右薄处见稍深色的直口，全器椭圆体长口，至口下直接外斜接圆弧，至口至足呈圆顺的弧形曲线，不稍顿折。管状护耳碎斜置在肩部。南宋官窑器中有部分器型仿制青铜器或玉器，如本件的器型即仿制青铜贯耳壶，造型端整绰大，堪称传世所见最大件的南宋官窑瓷器。从直口铁足及底部胎釉相接处呈现出多次丝釉的特征，再再显示南宋官窑典型特色。
还记得第一集的肉刑时吗？他已经调去镇守故宫南院，遗留下的位置由同玉双雄尊把关，并评估看看同玉二雄尊哪一只比较值钱。清乾隆的玉雄尊仿制西清古建所录之唐辉雄表座，原作为铜雄，线条简约，装饰华丽，应为汉代器物残存之主部。相信大家看到这件大瓶，一定眼睛为之一亮吧。高釉后的大瓶，却有个婀娜的八瓣花形身躯，上头还布满鲜艳的黄绿色釉，是不是相当具有现代感？器身两侧贴束兽耳衔环，腹部前后有人花式开光，方栏里浮雕鱼龙者，五爪龙遨游彩云间，鲤鱼从波涛中跃出，带鱼跃龙门，出人头地的吉祥意义。镇府为国中时期元旦系列的第一件作品，至今化石保存还完好，只是色彩也微微褪了。